嗯、Hello 大家好，我是伟哥，今天我们来继续玩克隆啊，用的是吕布，然后这面是五个韩信，感觉我们这边赢的地非常大，毕竟我们这个是战神，韩信只是会跳啊，然后他们还有两个人打野，我们这边不需要打野，照样打着他们屁股尿流、嗯、一开局就直接去防野啊，把他们打的他们连打野的机会都没有，打着打着他们连野怪都丢下啊，直接跑了。这边也是，看两个人直接一吸一打，是吧？我们吕布的一技能打到敌方英雄之后，就有那种附带增伤效果，是吧？那种打起来人那可是非常疼的啊。我们的身板是比他们硬很多啊，我们又能吸，是吧？他们最多就比我们灵活一点啊。真刀真枪跟我们对着打的话，那绝对不是我们对手啊。特别是越打到后期，他们越团战起来的话，我们是越有优势啊。团战起来，一个每个人换一个大招，他们都会被我们控一下，然后基本是被我们打的也这才就是真的是被吊打。感觉克隆这样用韩信的话也挺吃亏啊，毕竟身板那么脆，很容易被人克制啊。他们没有漏，要是出漏的话，也不一定能扛得住多少啊。就到最后直接被我们一波给强推了。大家有没有用什么英雄欺负过这个韩信啊？大家可以私信评论留言。那我们本期到这里，谢谢大家，现在我们下次再见。La la la, ay ay ay, ay ay ay, la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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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la.宛如那个中飘出来的念头，曾经多么清澈，也曾那么难说，直到腐烂的某天，我脑里残留的你的图画，你的图案，是否失去了自信和某些时钟感觉中。